由黑人主持吴宗宪担任评审的舞蹈选秀节目《八日录制总决赛》，制作单位特别找来唱跳歌手潘玮柏担任开场表演嘉宾，率众舞者热力开场，炒热气氛。勇于尝试各种挑战的潘玮柏，日前还受邀为美国职篮 NBA 担任客座评论员。涉及这么专业的领域，有做准备功课吗？前一天晚上还蛮紧张，所以熬夜到三点去学一些这种专有的术语。有被听出来你的特别喜好吗？的确是有啦，你知道，所以才知道说主播其实要保持中立。对，好兄弟黑人还不忘贴心提醒他要小心疯狂球迷自曝曾经有被诅咒过。不过这被笑梗不断的宪哥接过话茬，炫耀自己从此无烦恼。网友比较没有节制啦，对，你跟网友是对不对？最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全世界啊最不怕网友就是我，因为我就是网友。他申请了200多个账户，都匿名的，都在骂的、欸。一个人上去骂我10万个，直接把他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还是有自己的组织的，很重要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